又是青衣脸谱，这都是第三个了。三起案件，每两起中间间隔53天。死者没有开放性损伤，排除是机械性损伤导致的死亡。结果出来了，在死者阴道提取物中，分析出玻璃酸钠、甘油、布洛波尔还有这么水。这是水性润滑剂的作用。避孕套中的润滑剂。那就奇怪了呀，凶手前两次都没带，为什么这次会带啊？